好，考试快结束了啊，请同学们抓紧时间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请最后一排同学收卷子。 给我，哎哎，教官，给我，哎呀，你快点，给我先收他们来。行，老师他不交卷子。小青，啊，啊，就一个字儿了，就一个字儿了，写完了吧？拿来吧，回去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下课了。 哎呀，终于考完了，自由，自由万岁！耶，刘星啊，你那个第8题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啊？选 E， 烦不烦？哎，走吧，你们干嘛呢？哎哎，你考的怎么样？我那没问题，我向来发挥稳定，所以总是垫底。说什么呢？ 哟，生气了，真成。哎，要不然咱一会儿一块上鼠标他们家玩去吧，你们家宝宝肯定特想我。嗯，哎哎，问一下，哎，宝宝是谁啊？鼠标的妹啊。哟，鼠标还有妹妹呢？是啊，他们家那条狗。哈哈哈哈哈。他不狗啊？问问问问问。哎，别看了，都考完了，你看还有什么用啊？ 就应该给他撕了。哎，哎，这是我的书，您要撕撕您的吧。撕，哎，你不敢撕吧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不就撕书吗？撕呀！啊，对，撕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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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是谁撕的？不是我撕的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撕的。再见。那是谁撕的？是我撕的。你？你为什么要撕书啊？我。这不考完试了吗？我一高兴就给撕了。高兴就撕书？啊，是。刘星，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好好检讨检讨自己的行为。啊，好。晚上写份检查，明天交给我。啊。哎，走了。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刚才干嘛看着我啊？啊，想害我？误会了吧？我看你是在暗示你，别承认呀。我也是在暗示你呢。你想，我是不会出卖你的。哎，你不会还真要写检查吧？你们还真当真了？方老师和咱们多哥们儿啊，他不可能和我来真的。哎，可我看不是这么回事，方老师那脸都气紫了。哎呀，你想想，咱们都快毕业了，方老师犯得着再跟咱们置气吗？真成你们俩。你这么写？那当然啦。哟，回来啦？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喝酒了啊？没有啊。什么没有？这一身酒气，我大老远就闻见了。喝了一丢丢。我招你惹你了，夏东海，就让你这么借酒消愁。我没愁，我高兴，高兴还来不及了，没愁。没喝多，真的，一点都没喝多。
你瞧瞧你自个儿这样啊，你瞧瞧你什么样子，待会儿孩子回来看你像什么话呀？孩子回来怎么了？爸爸喝的酒不行吗？我是爸爸，大人这可以喝的酒。那个，你坐下行吗？我这还看着你有点晕，我还真怕吐你一。夏东海，你不能喝酒，知道吗？你血压高，不能喝酒。嗯，我不光血压高啊，我智商还高，我个子还高，我鼻子还高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撒酒疯了，你给我老实坦白，你跟谁喝酒了？跟谁去的？跟父母。嗯？就是跟客户。嗯？客户是谁？就是衣食父母，你想想，父母来了，能不吃顿饭吗？要吃饭，能不喝点酒吗？要想喝酒，他能不热情点吗？不热情，怎么对得起父母啊？我把你这些话，把你现在这样，我都给你录下来，你明天自个儿看都觉得丢人。我不丢人，我就这样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吗？为什么？你猜。猜不出来。我就知道你猜不出来。我为你，为了咱家，为了孩子，你想想，我这是为了工作去喝酒。我没有工作，谁给我钱呢？没有钱，你怎么买衣服？孩子怎么茁壮成长？怎么能长成姚明、刘翔？喂，站住！怎么不叫人呢？我是谁？啊，爸！答对了，毙了你！哎妈，敢把我给毙了？毙了你就回屋去！怎么了？枪毙你还有怨言吗？我这还有机关枪呢！这夏东海，啊，干什么呀你？这当着孩子有爸爸样没有啊你？跟儿子开开玩笑怎么了？行了行了，少撒酒疯了。去，赶紧给我回卧室，一会儿让小雨看见了，回卧室给我好好写一份保证书，以后不许这么喝了。爸，我保证，老师。是你老师，我不饿着。哦，对，你不是老师，你是我老婆，差一个字两回事，老婆就不用写保证了。行了，你轻点行不行？小点声。咱们走。啊，去不去我们家看宝啊？走，哎，我也去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放上去，放上去。刘星啊，你留一下。哎，方老师，我那检查写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那检查啊，我看了，我认为你没认真写。没有啊，我认识的挺深刻的，就是写的时候稍微的简单了一点。那你就再写一份。我希望看到一份认识深刻的检查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觉得有必要。哎呦，你吓死我！你干嘛呀你？你还吓死我了呢？你是不是又喝酒了你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别装了，我闻你身上有酒味儿。不可能，我没有啊。行了，我上楼上找老方去，他是交警，有那测酒精的仪器，我找。没必要整这么大动静。我必须承认，你的鼻子太灵。我就喝了那么一点点 ，just a little。少跟我耍贫嘴。
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白写检查了，你合着？不是，主要是那马主任他又来了。来了怎么了？人家逼着你了，拿枪顶着你脖子后头，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头了。你都全看见了，太对了，妹妹，你知道什么叫盛情难却吗？比拿刀架脖子上都难受。不是，哎，梅梅。梅梅，梅梅梅，我再写一会儿检查，你拿毛笔来，毛笔纸我给你写一会儿。毛，我还是不是呢。梅梅，梅梅，梅梅，我来了。刘庆，哎，妈给切了个苹果，哎，吃点水果啊。你最近啊，吃水果吃太少，缺维生素。人家有句老话说了，一天吃一个苹果，不用到医院看医生。怎么这是啊？啊，这一天了，怎么一直有点微打蔫儿啊？我这不是微打蔫儿，嗯，我这是微焦虑。你看你以前啊，一点都不知道焦虑，一点不知道发愁，天天嘎嘎嘎乐，胡吃闷睡，开玩笑，耍贫嘴，是吧？一点压力没有，说明你是小孩儿。现在长大了啊，少年了，知道焦虑了，还知道有压力了。好啊，好孩子。嗯，写什么呢？这是检查。你怎么了？你又犯什么错了？你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呢？这好不容易考完了，你又出事儿。哎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，刘星？你又给我惹什么麻烦了？我拒绝采访，冤枉！您懂什么叫冤枉吗？冤枉？谁冤枉你了？嗯，这么跟您说吧，嗯嗯，比如说啊，嗯，这本书是您的，嗯。您想把它给撕了啊？您有没有这个权利？撕了？嗯，您把您自个儿的书给撕了，嗯，老师却让您写检查，您会不会感觉到很冤枉？会吧。八，会八，您把您那八给去了，就会。我现在就是，我把我自己个儿的书给撕了，嗯，老师偏让我写检查。你说我冤不冤？不是你撕的是什么书啊？用过的，啊？课本儿？对呀。你撕课本干嘛呀，刘星？啊？你是学生，那课本就好比是武器。问题是我这本书啊，它已经用过了啊，已经考完了，已经作废了。那。那也不应该撕啊，那你卖破烂也行啊。感觉老师让我卖破烂去。哟爸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大夏天的，大太阳照着。我暖和暖和。那我陪您一块儿暖和暖和吧。哎呀，怎么了爸？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？怎么会呢？怎么能跟你妈吵？嗯，就是她太唠叨了，所以我出来清静清静。嗨，唠叨就唠叨呗，多少年的毛病了。再说了，我妈唠叨肯定是为了您好，是不是？您喝酒那事儿。他呀，是怕您又喝多了，胃又疼，怕您难受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可是那也得讲方式方法啊，起码得尊重我一下，怎么能强逼着我？强逼您干嘛？小孩家知道这干嘛？得，我小孩家不应该知道，那我就回家了。哼，什么事儿都不告诉，还说和我是哥们儿呢。哎，你坐坐坐，要不然你陪我聊会儿。成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必须保证给我保密。成，肯定给您保密，都是哥们儿嘛。
你妈强迫我给她写保证书，不许笑。什么好笑？你评评理，我堂堂一个一家之主，我怎么能给她写保证书呢？这要是让你和小雨写保证书还差不多。您一个堂堂男子汉，一家之主，怎么可能给她写保证书呢？您不能给她写。对，让她唠叨去。对，气的让她生闷气，气病了她。对，那您就不写了吧。给他个面子，写一份吧。气病了，我还得带他去看病去。不过跟你一聊天，我心情好多了。谢谢你啊！哎，走，回家去。那我再挨这儿晒会儿太阳吧，暖和暖和。那我陪你暖和暖和。都是哥们儿嘛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爸，你也帮我评评理。就前两天，我们不是刚考完试吗？我这一高兴，我一激动，我想发泄发泄，我就把自己那课本吧给撕了。你说你老师，你批评两句就完了？嘿，我们那方老师非让我给他写检查。你把课本撕了？对啊，没用的，作废了。你们老师让你写检查？啊。给，谁让你把课本撕了的？行，就算我该，我错了，但我也挺听话的，我写的工工整整的，我给老师交去了。嘿，他跟我说我写的不够深刻，让我重新再写一份，这不诚心吗？就凭你这态度，你写的肯定不够深刻。你们老师让你重写一份检查，只要换我，我让你重写三份检查。别在这暖和了，赶紧回家写检查去吧。什么孩子呀，还撕上课本了你，真不像话。哼，和父母没法做哥们儿。哎，刘兄，哎，今天方老师没找你吧？人方老师啊，肯定正忙着办调动呢，哪儿还顾上他呀？调动啊！都上哪儿去啊？方老师要到教育局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又逃过一劫！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啊、哎，方老师，早上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方老师见。刘星，啊，你留一下。哦，坐。刘星，再写一份检查。写检查，我不勉强你。我今天啊不是来批评你的，我是想跟你聊聊。你说心里话，你是怎么看待撕书这个问题的？嗯，既然您让我跟您说心里话，那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。嗯，我撕书啊是有点不对，但也不至于写检查呀，那是我自己的书，而且是我用过的书，是作废的书。我不就是一时高兴，然后就那么一冲动，就想发泄一下嘛。你干嘛跟我过得不去啊？这我理解，试考完了，心里高兴，想发泄一下。可我觉得撕书这种方式不恰当。你这本书我帮你粘好了。啊，您给我粘好了。你觉得这本书没用了，可我看来非常珍贵。你比如说，这里面好像画了我一张漫画吧，嘿嘿嘿，还真像。还有那些打油诗，写的还真不错呀，一看呀就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真实的想法。我也有个十四五岁，我那时候也不拿它当回事，可是现在后悔了，晚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希望你把它收藏好。等你老的时候，你再看它，你会从中发现有很多值得回忆、值得珍惜的记忆。干嘛
呢，在那儿？小大人似的，嘿，挺认真。写什么呢这？啊？这么安静，嗯？写什么？检查。怎么又写上检查？你又怎么了，刘星？合着都从屋里头写到屋外面来了？啊？你犯什么错了又？还是撕书的那件事儿。这，哎妈！千万不要打断我。此时此刻，我正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，今天方老师呢，给我好好的上了一次课。嗯。所以我决定了。嗯。决定对自己做一次深刻的检讨，对自己的心灵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，好好的反思一下近十年来走过的路。路漫漫，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